尊敬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影視工業工業影視，尊敬的中華會館理事長，我們的顧問鄭中麗先生同來，尊敬的各團團的好友，我哋嘅友好嘅校友，恩平一中校友会、风采校友会、同辉社同埋各侨团嘅应集，你敬咗四人帮嘅，史生、女士、在座嘅小朋友、青年朋友，大家好。今晚好高兴能夠見到大家仔仔一堂，聚集在諸城酒樓裏面，讓我們一起歡度中中校友會成立20周年的慶會。在中中校友會成立20周年的日子裏面，在這個20年來，有賴我哋嘅前會長同埋我哋第一屆各位嘅理事，能夠睇住關心呢個會，使到呢個會咧能夠茁壯成長。所以我喺呢度咧，好多謝今天來參加的各位，好像我們第一屆的理事，同埋我們創會的伍澤明先生，鄭中麗先生、李玉慶先生，同埋黃美麗同埋還有好多一位林宗鏘各位。因為事實太多人了，還有多邊台的陳英雄、吳李盤先生、李月芳，他們在20年前成立這個中中校友會，使到我們今天能夠在這裡仔仔一堂，唱懷我們故鄉，唱懷我們同學的時代。所以呢，我們今天為了紀念這個大好日子，能夠讓大家能夠在這裡和大家一起聚舊圓歡，所以呢，我在這裡再次多謝各位的來臨，再次多謝你們在20年來對中中校友會的提携愛護，就等於中中校友會一顆小苗一樣，你們經常在每一年每一日每一分每一秒的成果下，能夠為中中校友會這顆小苗能夠灌溉施肥，使到今天我們中中校友會能夠茁壯成長。同時我還多謝一班年輕的會員，他能夠為追趕時代的尖端創造一個，在短短的時間裏面創一個中中的網站，等陣我們有個網站的開啟儀式。所以呢，我現在再次多謝我們網站的兩位功臣，徐炳強同學，他是我們的網站的技術總監來的。另一個我們經常都見到在網上有很多資料，這個就是我們的網絡技術員楊瑩夏同學。同時今天因為他們是有時間跟你們輸入你們所需的資料，但是以後中中的網站是靠你們各位教各僑團各校各校友多些給一些稿件給我們，將溫哥華將世界各地的
人好啊，人情風土細到細過啦，誒進言出嚟。好啦，因為實在太高興，我都盡唔知講乜嘢啦。再次多謝各位嘅光臨，祝大家有一個愉快、温馨、和諧嘅晚上。再次多謝大家，多謝。多謝會長。跟住落嚟咧，開典禮。我而家邀請到呢幾位嘉賓，請陳富民會長帶領領事胡夢玲領事、鄭中麗顧問，李燦明議員未到嚇，上台。其他同其他嗰啲咧就喺度，请李宏嘉會長加埋我，李容慶先生，係人都先生，佢仲花嘅咩？仲有老舊，老舊啊、因為我哋想影張照片，大家揸，同我咁樣揸住啲醫口針，嗰條彩帶係啦，咁遞起喺度中嘅嗰個氣球嗰度，我話預備剪嘅時候，大家就吉落去。嗱、啊，而家準備好，邊個未有？好，中中的网站启用典礼现在开始。啊，多谢各位，多谢各位，高喺度嘅。呢个就系、是、下边呢一个就系我哋嘅网址。我哋好多謝我哋啲嘉賓為我哋呢個剪彩，大家俾啲掌聲俾佢，表示我哋嘅謝意。好多謝各位，多謝。係啊，影相冇錯。嗰兩個同學即係應該仲排喺前面，擠到前面嚟。好啦，我哋跟全部理事請你出嚟，我哋大家同大家我哋嘅嘉賓拍一張影一張相嚇，即刻出嚟。咁而家請各位咧喐手。